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众，每天拜九拜五下晡5点到4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新风变大声，人在输赢，今世的爱情也会孤人行。阿边英雄，阿边着行，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18002979777138，现场电话18002979777138。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阿伯来订请的电话18002979777138。那么，咱这个节目是每工拜到拜五下晡时2点开始到4点。由阮由小弟阿宏诚恳，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教育事等。来，继续看阿宏报新闻、分析新闻、批判新闻呐。这个拍面阿辉伯啊，吼、哦，这个拍面应该是现嘴皮的意思，吼、哦。那么蔡英文伊伫咧讲。伊讲哦，钓鱼台是台湾的哦，哦，钓鱼台是台湾的安尼啦，啊，唔是日本的啦，是台湾，对唔对？都唔是日本啊，哦，来，咱来甲看内容吼、哦，这是台湾青报，吼、哦，啊，台北报道的吼、哦。那么小英，这个拍面，就是讲甲这个阿辉啊，伸水皮啦。哦，这个意思，在前29日公开伊在讲啦，伊讲哦，钓鱼台是台湾的哦，哈、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参访戴安娜成衣工厂，哈、哦，伊也是哪里啊？在耍这个彩虹车啦，
那么悟道吼，啊来体验到诚意的这个制作。面对记者访问的时阵，针对课纲的这个争议啊，蔡英文表示啊，法院已经做出违法的这个批文，吼、哦，都澄清伊在讲啊，吼、哦，哦，批决，这个我都想无这个什么意思啊，吼、哦，法院已经做出违法批决，那么教育部本来应爱撤回啦，那么你面对前总统李登辉访日的时阵，伫咧讲，伊讲哦，钓鱼台是日本的安尼啦，蔡英文就讲，就澄清伫咧讲啦，吼、哦。那么民进党一向主张钓鱼台是台湾的，那么后人操弄回应红的啦。那么针对课纲的这个争议，那么之前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条以一句中共的这个毛泽东也不过是安尼安尼啊。那么痛批民进党的时阵啊，金官反课纲的这个学生，应该是爱读做工啊吼。那么，一个将着学生推向第一线，啊，甲警察发生啊来冲突了吼。那么这个吼，洪秀条咧讲的我嘛无同感吼。伊讲的时阵呢，蔡英文吼将着学生吼，甲杀对第一线，啊，甲警察来发生冲突，其实唔是。其实，伊只学生本来就是大家吼、哦，啊，讲这个课纲安怎都安怎，哦，我是唔知影讲伊这个课纲到课这个纲是安怎改啊，吼、哦，这我唔知，哦，这我无深入了解，这我唔知。但是你学生要反对会使袂？会。但是你要和平啊，对唔对啦？是唔是？你的孙安尼霸占的孙安尼立法院，啊，甲这个敢是行政院的款，哦，爱教育局，吼、哦，啊，参照这种的这个举动，唔是咱定定咧讲的，咱这个民主吼，哦、这个风范的国家伫咧讲的，因这学生大家讲哦，咱外民主安怎啊？民主干安尼？民主干安尼？这种的就是学。过去民进党的，这个什么呀？当这号做什么呀？当这号一个名号做什么呀？就是利用的时阵，那这百姓，吼、哦，啊来咧反政府，这拢唔对啦。咱民主是不是有法律？法律你爱按照啦，步数来嘛，对不对？你不应该的时阵，用个武力的，安尼都唔对去啊。是不是安尼？咱法律是不是安尼？你虽然有理，但是你打人安尼都唔对啊啦，是不是安尼先？这法律就是安尼先啊。但是你这学生，卡袂掉着王武力的，啊。但这句话我都形容都讲袂出来，哦。所以，洪秀条国民党洪秀条在讲的时阵，安尼啊，啊，这个蔡英文吼，将到学生啊推向到这个第一线，啊，甲警察啊来发生冲突，这我反对吼，这反对吼、哦。那么蔡英文嘛，将伊打破吼，打破这个沉默来回应啦。伊讲哦，这一边的这个课纲调整。唔是干那内容，冇真侪即个争议啦。我甲你讲，阿洪定也伫咧讲，参照政府即种的即个学者，哦，
吼、哦、所定的，你甲看，较早讲啥物时阵安尼啊，人口都唔好，对不对？啊，都爱啥物啥物咧？在啥物规工都规工，啥物咧？等下啥物？啥物五育吼、哦，五育并进啥物嘿啊呢？啊，福教啊，啊都爱专科，都爱啥物花啊？你甲看，我请问啊，哪个因遮遮尔啊好是安怎？着个学生伫个抗议讲的时阵安尼啊，啊，这个课纲安怎都安怎，吼、哦、对唔对啦？啊，所以这就是安怎？这个长久以来，这个学者、这个专家所创出来的嘛，对唔对？像这种都爱骂啥物？骂这个专家、这个学者嘛，所定的这些人啊，包括民意代表嘛，对唔对啦？迄源头就是为这来的啊，对唔对？啊，愈改愈愈迄款的啊，包括你甲看校长的孙安尼啊，是毋是安尼？啊，利用诶，即个啥物啊？即个孙安尼啊，午餐的即个迄落啊，对唔对？啊，来贪污物啊吧？啊，你甲想吗？啊，社会教育愈来愈是愈歹啊！阿洪定阿妈伫咧讲的啊，确实阮较早的教育啦，真正我定阿咧骂就是伫咧遮啦。咱想嘛，社会有较好无？有较平静无？无啊，愈来是愈歹啊！啊！这少年你做咧甲看吃喝玩乐嫖赌瘾的，社会拢安尼啦。若有这种的吃喝玩乐嫖赌瘾的，你甲想啦，绝对会出代志的嘛。哪有迄个讲袂出代志的？是毋是安尼先？哈、啊！即摆你甲看两三点到天光拍布啦，啥物花啊？哦，对唔对啦？啊，你甲想？啊！啊，结果你啊看，这伊。医学界讲啥物？即马忧郁症的偌侪都偌侪啦。嘿，我感觉真奇怪呢。即马大家拢有咧耍啊，毋是不比较早啊？对唔对？较早拢做工课呢，一个月休一天呢。吼、哦，迄阵仔孙阿娘，我定下咧讲，嘿，孙阿头家工厂，也是讲迄个生意好，甲礼拜搁出加班，大家是欢喜个。啊，迄阵仔有啥物代志？有啥物病？好、哦、对唔对啦？啊，即马福教的孙阿娘万变超啊超新就对个啊，社会有够好无啊？一逐工嘛拢即落代志，是毋是安尼先？那么甚至法院嘛做出判决，认定讲课纲制定过程违法啦。哦，啊你个想？人家较早哪有这个法律这么啊多？哈，较早联考的啊，你今年考无条，无要紧啊，明年你会当阁考，明年考无条，你后年会当阁考啊，对不对？啊，你即马什么咧？什么咧？迄落嘛是爱考啊，嘛是同款爱考啊，啊！啊，所以我定下咧讲这专家学者，啊来个啊掠个拍尻川啦，对不对啦？拢吃的，拢吃的啦。啊，都要安怎改，都要安怎改，啊，结果咧，结果咧，嘛是争议不断啊。伊讲的时阵，安尼啊，法院判决，我是无看迄判决，我毋知啦。伊讲认定课纲制定过程违法，在这种的这个情形之下，这种的这个课纲本来就应该爱撤回啦。吼、哦，啊，当然啦、啊。伊即卖孙阿娘，虽然讲法院判决讲这是违法啦，吼、哦，这是违法。但是，教育部有教育部伊即个看法啦，安怎讲？因为就是有诶，进前已经都有改啊。啊，要安怎？就是人讲一句话，就是讲徛好难下，徛好难下啦。就是安尼生啊！你伫个虎背顶头，还阁凡事无代志哩，要跳落来，我看全个虎，我头就来夹，全来夹夹，对不对啦？那么针对外界这个质疑，学生反课纲等抗议的这个行动，是因为民进党提供资源所来促成的。那么这个资源我是唔知啦。
但是我知影讲，学生哦，这个面嘴啦，这个面嘴就是进前就是民进党开始的，民进党开始的，哦，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吼、哦，啊，所以你甲看政党的，你甲看，哦，我这支持，操，我感觉真奇怪啊，操，红中秋嘛是同款啊。红中秋，你甲看，福佳民进党支持对不对啦？啊，福佳的时阵安尼啊，哈，军法变一般司法，也遮的时阵安尼啊，连这红家因为要出选这个立法委员，我感觉真奇怪啊！啊，其实红中秋敢真真正正互人害死的，唔是啊，对不对啦？啊，这件代志，你甲看，有倒一个出来讲媒体也好。出核实的有啊无？无啊，对不对？啊，你甲想，社会这种的状态乱七八糟，哈，学者唔正学者，专家唔正专家，是我是安尼讲，这个事实啊，你甲看，柯文哲迄阵啊，踮咧创伤部的这个主任，伊安怎讲？红中秋防灌水的吼，对不对啦？连迄个什么太平迄、那个。迄、那个法医嘛讲的时阵，安尼，这个红中秋是被害死的，对不对啦？啊，你甲想，结果敢无影，无影无支持啊！啊，这大家拢唔敢讲啊，大家拢唔敢讲啊！啊，你甲想，是唔是安尼？哈、啊！啊，所以我定定咧讲，像这种的社会安尼，绝对会乱嘛，对不对？你这部。我倒一栋，我就讲伊这栋好，讲别栋歹啊，对不对？这个电视台我倒一个栋，我就讲迄个栋歹，啊，啊我倒一个栋，我好，我就讲伊好，这社会变安尼啊，无什么是非啦，无什么对唔对啦，啊，就是安尼生安尼啦，你做你甲看啊，对不对？听我去算的，听我去看的，倒一个电视台是倒一栋。支持的，这拢真明显啊！倒一部是支持倒一党的，啊，无爱倒一党的，这拢真清楚啊！啊，你家看社会安尼敢有公平？啊，伊报纸讲到到底，伊拢公正的啊，对不对啦？啊，事实都摆在眼前，啊，大家嘛咧睁着眼睛说瞎话，哦，对不对啦？啊，这大家敢有咧讲无啊？大家拢唔敢讲啊，对不对？啊，啊，讲的你就死啊！哦，对不对啦？啊、所以嘛，我嘛，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都是啊，这种状态就对了。那么针对外界质疑，吼、哦，这个是民进党提供资源，吼、哦，啊来促成，蔡英文就表示了，为过去到现在，民进党对社会运动所采取的态度。拢是同款啊，对啊，拢是同款啊，拢是民粹啊，民进党是拢安尼啊。所以你做你来看，有发生的普通，我唔敢国民党的无啦，拢是民进党咧冤家相拍，较济啦。伊安那拢乡土的啊，啊你都知影过去，啊认真嘛，你看大学生嘛是安尼，政治拢混甲乱糟糟。每一个学校为着政治，你这栋我这栋安尼，拢安尼啊！啊，你甲想，啊，国家变安尼生啊，啊，哪有法度人平静啊？那么就是对真侪诉求，啊，甲阮一致的这个社会运动，哦，那是甲阮理念同款的啊。哦，拢会有提供物资上的这个资源，啊，甲协助啊，都、就是安尼生啊。啊，你只是我阮党的，啊，当然啦、啊，你若安怎，阮党的就爱甲你安排，啊，甲你斗的时阵，安尼解决啦、啊。哦，敢那民意代表同款啊，啊，你都支持我，啊，我都你有什么代志，我就甲你斗三工啊，都变安尼生啊。啊，社会都拢变安尼啊，啊，国家嘛拢变安尼啊，是毋是安尼？啊，这人要讲，
讲较歹听就是讲操弄嘛，讲较好听就是为民解决问题嘛，哦对唔对？就是安尼先。那么针对外界，伫个讲的时阵，那钓鱼台是台湾的，唔是啦，是民进党一方主张钓鱼台就是台湾的啦。那么关于前总统李登辉提出讲钓鱼台是日本人的，吼、哦，造成这个争议，蔡英文澄清在讲啦，民进党一方对这个钓鱼台的这个立场就是台湾的啊。那么蔡英文就强调啦，那么将来拢无放弃啦，吼、哦！对于这个近来国民党指控民进党放弃南海的这个主权，吼、哦！蔡英文强调讲，这将来拢无放弃的啊，因为你即马伫个台湾。既然你要选总统也好，你要选什么委员也好，民意代表也好啦，你是不是以中华民国宪法符合你的这个权利，对不对？你唔才有法度人选举。所以我常常咧讲啊，有的人就是安尼啦，啊，利用这个中华民国，吼、哦，假性伫个中华民国，吼、哦，啊，再来的时阵呐，念在遐学一空啊，念在遐学一空啊，就是安尼先。好啦，讲到这结束，其他的就要讲这个网络，讲这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来听阿宏一首唱一首啊歌来。哎，这歌有歌唱甲无歌，好啦，我无醉是你梦哦，共同欣赏。拜拜。我无醉，今暝我也袂醉。你的梦才会将阮当作别人，讲什么永远无后悔，讲什么只爱阮一个，这款的花言巧语不免对我来解释，生活袂当挽回。我无醉，今暝我也袂醉。是你的梦，才会将阮当作别人。讲什么永远无后悔，讲什么只爱阮一个，这款的花言巧语，不免对我来解释，生活袂当挽回。
公享永远无后悔，讲什么只爱阮一个。这款的花言巧语，不免对我来解释。另外，袂当挽回。